那个，其实我这一次就想把家乡文化传扬到，就是，哎，传扬到外国。所以说 ，Ricky， 送给你一袋樱桃大酱，三打。谢谢。谢谢。Kimian。谢谢。米卡。Hero。谢谢。阿汤姆。开水。谢谢。小九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们外国选手看一下。你好，张嘉元。哇哇哇这个第一个呢是这个中国的国宝啊，然后第一个我想送给我出舞台的第一个外国好友阿木。哦，中大，谢谢。啊，这个熊猫那个国内的好友就先别想了啊。然后第二个那个米卡别唠嗑了，潘达 is for you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This is China 国宝，China 国宝。